师祖籍台湾嘉义县，法师同时极具善根，内心总觉世间无常，年19潜行欲出家而未果。1988年因缘成熟，于水里莲音寺里忏公老和尚出家修行。是年于基隆海会寺受三坛大戒。1991年毕业于鹿谷净律寺学佛院，越年创始学讲戒学，为更深入律学，1995年至南投普里正觉经社清净一指海公律师及上果下清律师座下学习。是年随清公律师至泰国更增受难传戒。平常除为众讲授戒法，亦为常住担任监院执事，经常受国内外诸多道场居士团体的邀请讲授戒学以及主持佛期。师以持戒念佛为自利利他修行的宗旨，兼习经论之学，辅助建立如法僧团，住持正法，续佛慧命，以净戒为因，净土为果，作为修行不二法门。诸位法师，诸位莲友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请放掌。佛期已经到了第五天了，能够练的时间也不多了，只希望呢我们发心来用功呢，要多多的摄心。那个借着大众呢共修的力量呢，而提升我们平常啊念佛的功夫。在最初呢，开头的时候呢，跟诸位说呢，希望呢借着佛期当中的解跟行，能够帮助我们呢得到信的功德、愿的功德或者行的功德，这是呢我们的一个目的。念佛法门呢叫做这个香光庄严，又以佛的法身香啊、智慧光而来欣喜，来庄严我们的心。过去呢日本呢有所谓的生命教育，什么样的生命教育呢？就是说呢，有个小孩子呢，他呢生了这个肝病了，去看了医生呢，这个妈妈带他去了，这个医生就交代啊，说某人啊，你要特别啊叮咛这个小孩子啊，他有肝病啊，不能随便吃东西啊，跟同学在一起啊，都要小心的。这个回去之后呢，这个妈妈呢如实的交代，每一次呢小孩子要上学的时候，就妈妈就交代了，哎呀某人呢你要知道你有肝病哦，你呀吃东西要小心啊，跟同学在一起啊都要小心的。后来呢那个小孩子看了很久了，都怎么看都看不好，就换了一个医生呢，这医生呢就调查就问了，说你平常呢是怎么样跟他呢沟通一些事情的。他就说呢，之前那个医生呢交代他，那么每一次出门都要跟他叮咛啊，跟他叮咛你有肝病啊，你要小心啊。这个医生呢一听了，哦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。这什么呢？这与佛法来讲叫做第六意识的欣喜。他本来是没什么病的，结果呢他一直跟他讲你有肝病，你有肝病，你要小心。他在这里想，我是一个有肝病的人啊。
他经常想，他有病了，他有病了，怎么治也治不好。后来医生就跟他说了，说你就换个角度了，跟他讲，哎呀，你这个肝病啊，没什么啦，吃吃药就好了。这个医生说很快的哈、啊，很快就可以了，可以医好的。就没多久呢，这病呢就医好了。这叫欣喜，第六意识的欣喜。同样的道理呢，我们念佛也是一样的，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，也是欣喜，啊，欣喜。这个念佛成佛所印主呢，这个其实是从彻悟大师的时候呢，印主的开示啊，很多都是呢将彻悟大师的开示把它做比较白话一点的，啊，白话一点的说明。彻悟大师里面呢，他讲啊，说好像这个明灵啊去抓那个啊狗蝇的那个幼虫，把它抓回来之后呢，然后每天呢在那旁边叫啊，是我是我是我，七天之后就变了，就变了，这个小幼虫呢孵出来就是明灵，那就是以这个就是说念佛就是这样了、啊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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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凡夫的形态就变了，念佛将来就成佛了，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在前面呢跟诸位啊说明，这个欧益大师强调呢，在信这一方面呢，要信三力不可思议。整个极乐世界的依报的庄严、正报的庄严，都是收摄在这个佛号上。我们念的佛，这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极乐世界的依报的庄严、正报的庄严，也是在我们那念念当中成就的。念念当中成就，所以古德啊就有这么样的开示，说呢。法界圆融体，受我一念心，我今念佛心，全体就是法界。昨天说的，那个依法界体，即法界体做弥陀的身徒，也即法界体啊，做阿弥陀的名号，也是呢，即法界体做我们现前的心呢、啊，我们现前的心也没有离开法界体。所以呢，法界圆融体，作我一念心。我今现在的念佛心，当下就是法界啊。在念佛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夹带一点理观，稍稍这样思维之后，全心专注在佛号上，用功了，这个妄想就少了，妄想就少。所以呢，同样一个念佛，我们呢用另外一个思维呢。我们讲就是说夹带波罗，夹带波罗的思维呢，它能够对治一些呢未起因起而未起的烦恼。好像说我们要念佛了，我们现在修观，观什么呢？观这个娑婆世界啊，本来就是一个苦无常，是无我的。我们呢凡夫就是在苦中作乐啊，其实那个乐它的本质就是放逸的，凡夫的乐呢是一种放逸的心态啊，那个乐是有过患的，那个乐就是苦的因啊，苦的因、哦、所以呢原本呢我们究竟来说呢，娑婆世界那个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、哦、那个乐就是坏苦，苦是苦苦啊，不苦不乐就是行苦。那么苦因为它的体是生灭啊，是败坏的，它生灭败坏是无常性，那么无常故苦，苦所以是无我，无我就是你不能够做主宰，不能做主宰的。我们现前呢所遇到的这一些呢形形色色的呢，都是由我们过去的业啊所显现的，都是虚幻的，都是虚幻的。我们要做这样的思维啊，这娑婆世界还有什么可以贪念呢？哎，念头呢提起来，佛号提起来，开始念佛。
就是以夹带菠萝呢，先用菠萝，而将因起、未起的烦恼先调和了。你在那念佛的时候，妄想就少了。透过你这个般若的思维呢，有这样一个般若的种子啊，就是对治那种贪着呢，娑婆世界的那种烦恼，先对治的。接着你念佛，佛号提起来，就念的时候妄想就少。在一切四谛论里面呢，修这个九心处，欲界定了修九心处，第一个呢叫做内住。什么叫内住？说我们凡夫的心都是住在外面，一家攀岩东，一家攀岩西，就住在外面的。现在你要用功，要把心叫回来，要内住，往里面安住。第一个是内住。所以用功的时候有一个守缘境，比如佛号，我们心不攀缘外在，叫回来住在佛号上。第一个要内住，第二呢叫等住。等住就是说，只有住一念吗？还不行，要相续的等住，就是要平等相续的安住，念头都是住在所缘境上。好了，能够住了，那么1分钟、2分钟，再来呢，力量不够了，又心又开始散了，又往外攀岩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要再叫回来，要叫回来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内住、等住要安住，第三叫安住，心还要再安住，跑出去再拉回来，安住，安在所缘境。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，其实这个三个次第啊，就够你用功了，够你用功了。第一个内住，心叫回来，还要等住啊。要净念相继啊，不能单度摄六根而已啊。度摄六根就是一念，再来呢要净念相继，要等住。心跑掉了再拉回来，跑掉再拉回来，这段时间很长的，要很长的用功的，心才能够在所缘经上呢相续的安住，心安稳守己在佛号上，沿着佛号用功，要用功一段时间的。那么再来呢？往前面走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呢？还有那个妄想会出来呀，会现出来，还是会的。就是你前面的所看的这些境界啊，你在用功的时候，就像呢那个电影一样，就浮现上来了。你要稍稍的觉悟心不够的时候，又跟着攀岩了，又跑了，心就跟着跑了。所以在一切十六里面讲啊，这个时候要呵斥烦恼。要呵斥当下那个攀岩的心呢，要呵斥它，呵斥它就是一种对峙。那个一个对峙的种子一下去的时候呢，那个心要拉回来就快了，再来就比较不容易往外攀岩了。不容易往外攀岩呢，就是由过去阿赖耶识所兴起那个种子从里面跑出来，还是会再跑出来的，还是要再呵斥，再对峙。所以我们用功的时候呢，我们用功啊，就首先呢，你用般若慧，先来洗涤洗涤，先观察这个世间呢是无常是无我的，本来呢是没有真实性的，都是苦的境界呀，涅槃经当中所讲的，说呢这个无为的境界啊是多诸过患呐，多诸过患，就好像啊杂毒的美食。杂毒的美食，说这个东西呢，煮的色香味俱全，太好吃了，很可惜里面放了毒了，你贪吃啊，吃一吃后面中毒了，中毒了。说无欲的境界就是这样啊，像杂毒的美食一样初虽甘美啊，后成大患，终成大患。说你攀岩攀岩，你就是一直栽培啊三界流转的业力。对自己本身来讲啊，解脱来讲是没什么帮助的，
但是房屋呢，这个是知道啊，但是习气很重，知道但是做不到，说这个不要贪，那个不要贪，不行，都要贪，要贪一点点也好，不多贪呢，少贪。其实呢，我们呢在修行当中呢，就是你要去思维。你现在呢，好不容易接触到佛法了，佛法告诉我们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路啊，能够趋向于无上菩提大般涅槃，能够解脱生死的。但是呢，这当中呢，毕竟还是要我们自己用心呢。你要用心呢，这个佛法是很现成的，都有了，但你要用心，你要去思维。说呢，我生活在这个世间上呢，我毕竟呢遇到佛法很难得嘛，我要求得那个离苦得乐，转凡成圣。到底什么样的力量呢，会使令我们在三界里面流转？什么样的因缘能够构成我们呢成就解脱的功德？这是我们要去思维的，要去思维。要是我们一路上呢放纵我们的心呢？那我们攀岩的事情已经跟习气是相应的，相应的，那就是增长习气，就增长了三界流转的业力。讲到这个地方呢，诸位啊，应该是有智慧啊，要去想一想，佛法不单听啊，要重在思维，重在思维，思维之后清楚了，你走的路才是正确啊。才踏实的，走的呢，自己愿意这样去做，愿意这样去做的。那么我们讲呢，前面的这个起信呢，就是对于极乐世界的所有的庄严功德庄严，都是由三种力量啊，三种功德所成就啊。当然呢，在经文当中强调的，就是以名号功德力。名号就收摄的依报的庄严，正报的庄严，就是名号。再来呢，往后面的经文来讲的话，就要说明了。接着经文当中所要说明呢，是第二段呢，叫做特见众生应求往生以发愿。所急的是这个地方太殊胜了。我们应该要发愿呢，要有那一种欢喜好药的心呢，想要到达那个地方去，要发愿。那个讲到这个发愿呢，求生极乐世界啊，修行的人呢，遇到佛法之后呢，有个人的因缘呢，有的人发了愿呢，也不一定是这样啊，他要生生世世的在娑婆世界啊，行菩萨道，度化众生。当然也是好了，但是毕竟能不能够做得到？你有没有断烦恼？说这样的愿呢，就是嘴巴讲一讲啊，实际上呢，要做很难的。所以莲池大师呢，在疏钞里面呢，引大智度论，龙树菩萨在大智度里面的开示，说呢，我们一个生死凡夫，有大悲心。想要呢，生在这个五十二世当中呢，来救拔众生苦的众生，无有是处。说你这样发心固然是好啊，但毕竟来讲做不到，你是一个生死凡夫啊，你还要流转生死呢，你怎么样度人家呢？所以呢，在论文当中接着讲啊，说何以故？为什么缘故无有是处呢？说烦恼强固啊。为了忍力，心随境转，声色所缚，自堕三途，焉能救彼？说你的烦恼的势力还会那么强盛呢？没有得到忍力，没有得到定力这个忍是定，也是智观一切法空啊，无我我所，你还不行的。所以呢，心随境转。被呢无意的境界啊所吸附了，那么自己啊就堕于三途啊，怎么能够救拔苦难的众生呢？假使呢，使令呢得生人道当中呢，
圣道来的啊，你要接触这个圣道啊，不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有你过去的布施持戒的福德力啊，或者你来生当中你做一个国王、做大臣，富贵自在啊。我们讲啊，富贵邪道难。纵然你遇到佛法，你也不肯相信啊，服从的。接着呢，就方迷啊，放逸，广作重罪，由此堕落了。所以呢，莲池大师讲啊，应该要发愿求生西方。等到你呢啊，那么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你证得无生法忍了，你再回头娑婆度有情啊。所以沈安大师呢，他有这样的这个寄送开示啊，说呢，破浊救逆你无有，说你自己的乘的这个船啊，这个舟船呢、啊，有漏洞，破了舟，自己的那个水啊都一直灌进去啊，等一下你也要沉下去了，你还要救那个溺在水中的人啊，啊，这个没有这个道理的，无有是处。要拼死西撑到岸头，水已经灌进来了，赶快啊，要撑到岸头去。拼死啊，要撑到岸头。等得高师登陆后，更以心舟入中流。等着呢，高师就是你乘船的人呢、啊，你登陆之后啊，这个破船不要了，换一个新的舟。这个时候才能够入中流，去救那个溺水的人呢、啊。意思就是说，你的道业，你烦恼根本都没有断，你花了愿的等于空了愿而已啊，空了愿而已。自己都要轮转生死，怎么能够救人呢？所以啊，就是要求生极乐世界，求生极乐世界。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呢，愿里面呢、啊、只有两段的经文，两段的经文，释迦世尊。介绍极乐世界的依报的庄严、正报的庄严之后呢，更以两点的理由劝我们应当发愿愿生彼国。哪两点的理由？我们前面呢，大家也有提示过了，所谓的自功德生，他显生片，极乐世界的环境是这样，自功德生，他显生片。所以欧益大师呢，就这两段的经文呢，把它呢做这个科文呢，第一段叫做结释无上因缘，就在揭开来指示呢，极乐世界是成佛最大最大无上的因缘，最好最殊胜的。第二段呢，就特别来劝勉呢，净土的殊胜。那么在里头呢，欧益大师呢，最初呢，他有这样的开示啊，意思就是说，极乐世界有三点的殊胜，第一叫待业往生，横超三界。待业往生，我们呢从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呢下品下生，下品下生去了，他去的时候不能见到阿弥陀佛的啊，先见到观世音菩萨。那么为他呢开导佛法，说除灭罪法，为他先说呢除灭罪法，那可见呢他是待业，待业的，所以叫待业往生。待业往生呢，那个横出三界，按照南行道来讲，我们要出离三界呢，是一个次第一个次第，好像在爬楼梯一样的，啊，一个阶级一个阶级这样上去的。这个叫速出三界，那么就是断烦恼了，纷纷的断，纷纷的超越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念头法门呢，没有断烦恼，就是待业，就是无烦恼出去了，这个叫横出，不是这样直的，是横的出去了，这叫横出三界。这个呢叫做他利门，一个生死凡夫能够受用极乐世界的种种的庄严，完全靠阿弥陀的本愿功德力的摄持，这叫他利门。
这第一点的殊胜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呢，你往生呢，待往生是到凡圣同居土，极乐世界呢有四土啊，还是分四土：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十报庄严土、长吉光净土。好，我们大约去的都是在凡圣同居土。不过呢，你到达凡圣同居土呢，也同时到达其他的三土，就是呢，在同居土当中是恒聚四土的功德，这是一个特殊的，也特殊的，跟十方的佛国土啊是完全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好，再来呢，第三个殊胜呢。众生呢，缘尽四土，缘尽三生，缘尽三不退。就是说呢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呢，他都能够呢缘尽四土，就是说呢，能够缘登四土，在凡圣同居土就可以呢到达这个长吉光净土，跟佛在一起呢，跟佛在一起，缘尽三生。能够缘见呢这个法报啊三生，能够缘证三种不退，三种不退。这个呢就是说呢，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，完全是以阿弥陀的功德来装备我们自己啊。所以我们一往生之后就有这样的功德，有这样的功德，有这样一种受用，这个叫果地教，叫果地教。所以呢，这个念佛法门就是一个他利门果地教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人呢，都是一生成佛。这经文当中所讲的众生生子皆是阿弥八字呢，那么其中都有一生补处啊，都是一生成佛的，一生成佛。我为大师讲说，这个地方呢是最为殊胜啊。超异独一无二的，跟其他的西方其他的十方佛国土啊是完全不一样，也跟其他的法门不一样的，所以叫做特别法门。净土法门叫特别法门。我们呢跟诸位呢解释第一段的经文。好，这个第一段的经文怎么说呢？又舍利弗，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弥陀智，其中都有一生不处，其数甚多，非是算数所能知之，但可以无量无边而生其所。这是第一段。这个第一段呢，我维大师的课文呢就是说呢，皆是无上因缘，说极乐世界呢是一个成佛无上的因缘啊，无上的因缘。这一段的意思呢，它的道理叫做自功德生。佛呢又招呼一生舍利弗，说极乐国土呢众生生者，说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人皆是阿弥陀智，都是不退转，就是他们内心的功德啊，内心的功德。那么这当中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呢，不但是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是不退转啊，就是呢五逆十恶的众生，待往生的，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不退转，阿弥陀智。而这当中呢，其中都有一生不处啊，这一些不退转的呢，而其中有很多很多的一生不处的菩萨，就是等觉的菩萨。已经到达等觉位了，补处呢就是补佛之处，就是等着成佛了，就等觉菩萨。其数甚多，这个数目呢很多很多，非是算数呢所能知之，没有办法用数的，数都数不完的，太多了。但可以呢无量无边阿僧祇所，以无量无边的这个阿僧祇，就是无数，无量无边无数呢，这么来表示了，太多太多了，太多太多。那么阿弥陀智是不退转，一生菩萨就是等觉的菩萨。这当中的道理呢，窥基大师啊，
窥基大师呢是法相中的祖师呢，为识的高手啊，玄奘大师的这个学生，这个玄奘大师呢，这个一下来就是窥基大师的，这个为识的大师呢，他也有解释《阿弥陀经》呢，是《阿弥陀经通赞书》，里面讲呢，说阿弥八字呢是就着刚往生的，刚往生就成就不退转。要一生补处呢，是就着时间久一点啊，往生的时间久一点呢，就成就了等觉位了。是有这样的一个分别，啊，这样分别。这一段呢是强调了自功德身，就是说因为自己内心所成就不退转的功德，这是非常的殊胜啊，圆净四土，圆正三不退。往生极乐世界就有这么样好处啊，这样好处。这是呢第一段的经文呢，我们呢约略的这么消释啊。藕益大师呢就着这段经文呢有深一层的啊开示。说呢阿弥八字呢叫做不退，不退有三种，叫做位不退、行不退、念不退。位不退，位这个位呢就圣道之位，圣道之位他呢入圣流，不再退堕凡夫地了，这叫位不退，指这个无漏的圣位。行不退呢，这个行就是菩萨行，就是说呢他的内心当中恒常呢菩提心呢不会退转呢，都是要度化众生的，不会再退堕于恶圣地。那么念不退呢，是因为那个心啊，他的心呢心心念念呢，念念当中呢，那么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能够跟中道实相啊相应啊，叫做念不退，念念流入娑婆罗海。这个萨婆罗呢就是一切种子啊，就是中道实相，就是心心念念能够跟中道实相呢能够相应的。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一得往生都是这样的，能够证得三种不退，就是有一点时间呢，啊，第一个先得到位不退，不会想说哪个时候还要来娑婆世界呢，轮回当凡夫呢，没有这桩事情了，没有这桩事情啊。再来依你的根基呢，你之前心行小圣法，临终回想向大的，先成就阿罗汉啊。但是发菩提心呢，他不会退堕于恶圣地啊，他这个行不退，能够成就行不退。然后呢进一步呢能够呢尽破无明，成就阿罗汉之后呢发了菩提心呢，能够再听闻到其他的法，尽破无明啊，成就那个念不退，是有那个时间性，但是都能够成就了三种不退，成就三种不退的。我们说呢在娑婆世界啊，你修行藏教的出果断见后，这个叫位不退。那么通教的菩萨地，通教的菩萨地呢，或者是别教的十回向，他断了这个尘沙胡无明，叫行不退，叫行不退。别教呢登地之后呢破无明正法身呢，叫做念不退。按呢平常的道理啊，教理来讲是这样的，现在的极乐世界乃至于呢是五逆十恶的众生呢，你临终呢靠着十念或者一念成就往生呢，待往生呢，那么待往生呢居在下下品呢，都是圆正三种不退。所以藕益大师讲啊，说呢那么十方的佛土没有这样的名相，没有这样的阶位啊，没有这样的法门，没有这样的名相，没有这样的阶位。怎么说呢？说大业往生呢，你要说他是圣人，他烦恼没有断啊，啊，你要说他烦恼没有断，但他又是圆正三不退，
所以呢，维大师讲了说，一切的教门所没有办法说摄的，一切忌讳，一切忌事啊。维益大师呢，在将这个道理回归到呢，假使呢不是呢心性的极致，持名的齐心，弥陀的大愿，何以有此呢？怎么有这样的情况产生呢？啊，假使不是啊，我们心性的极致，心性的极致就十法界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所变现的吗？是唯心所现的，啊，我们念佛心变现的，就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了。再来持名的齐心，就是名号功德力，强到这个名号的功德力。弥陀的大愿就是呢，佛力不可思议啊，弥陀的本愿功德力。假使不是这三种的力量呢，何以有此呢？怎么有这样的情况产生的呢？大业往生呢，说他是凡夫，他又缘成三不退；说他的圣人，他烦恼又没有断。九品都是这样哦，啊，九品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看呢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面呢，他修什么啊？三心花、三心、三福以及六念圆满具足，他的因是这样，他的因是这样，没有断烦恼嘞，啊，所以呢，善导大师呢，他判了九品往生都是凡夫，都是凡夫。当然呢，你说你断烦恼呢，你要往生求生极乐世界，那你是上品上身啊。但是一经文来讲的话呢，上品上身呢，他没有断烦恼，他像是真正的发菩提心啊，他这样用功啊，就大业往生的。善导大师呢就是这样判的，啊，要这样判才符合于这个净土法门是三根不备啊，就是说你还要有一个啊，断烦恼才能够有什么阶位呢？那就不是叫特别法门了，啊，不特别了，跟平常的教法是一样的。因为他没有断烦恼，他上品上升去啊，花莲花没有开，啊，没有合起来的啊。一去呢，莲花到的时候下来见阿弥陀佛呢，就见悟无生法忍了，当下呢登出地了，啊，是这样的意思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呢一定要去相信。这个三力三种力量呢所成就的这极乐世界的这些功德庄严啊，是华尔如是的现前啊，华尔如是现前。我们呢，所以这个地方呢是要讲太殊胜的，我们应该要发愿啊，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到那个地方去的。这是呢稍稍解释呢这一段呢，经文的意思，前面呢是维大师解释这个阿别八字的意思，再来呢一生补处呢，一生补处这个经文当中呢，其中都有一生补处，啊，这一生补处就是说指一生补佛位，就指这一生呢就能够补佛之位，就如同弥勒观音等，弥勒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就是等觉的菩萨一样啊，极乐人民普皆一生成佛，人人必实证补处，故其中呢都有此等上善，不可啊数之也。说呢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民，极乐世界的人民，这个人民就包含了等觉菩萨以下的啊，阿弥陀是导师呢，是佛啦。人民就是呢，等觉菩萨以下都是，啊，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呢，也收摄了五逆十二的众生往生的，啊，都是。那么普遍呢，都是一生成佛，啊，都是一生成佛。为什么？因为寿命无量嘛。我们在娑婆世界就不是这样，昏断生死啊，啊，你的生命呢是有期限的，这个。一百年好了，一百年到了，换另外一个段落了，又是另外一个业现起来，到哪个地方去投胎转世了，就分段生死。极乐世界是无量寿，所以都是一生成佛，而人人呢必实证补处，每一个往生者都是真实能够证道啊补处等觉位，所以其中呢都有这一些上善。
这个上善呢，就是等觉菩萨。数目呢是不可数之的，没办法数的，啊，没办法数。维大师呢，针对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开示啊，说呢，释迦世尊一代的实教，就一起所教化的法门呢，啊，一起所教化的法门，所谓的三藏十二部经呢，唯独《华严经》说明了一生圆满成佛。就是呢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啊，这是说明呢成佛的过程呢，就是一生成佛的《华严经》，啊，而一生的圆满佛果的因呢，五十三参，啊，参往那个善知识啊，参往善知识。那么幕后普贤恨愿品中呢，十大愿王倒跪安养。一生圆满佛果的因在最后面呢，啊，那么所谓的从最初参文殊菩萨，乃至参到弥勒菩萨，位置啊渐渐的证啊，啊，渐渐的证，证到这个等觉位，都是属于因行吗？啊，一生圆满佛果的这个因呢，最后面是参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，在普贤菩萨的入华界品，就是呢普贤菩萨的恨愿品里面呢。普贤菩萨呢，告诉呢善财童子呢，还有华藏所有的41个阶位的无量的法身菩萨呢，同时以十大愿王倒跪极乐。所以呢，可以讲啊，我们待往生的众生，待往生去的，到极乐世界去啊，就登上等觉之位了，登上等觉之位。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啊，非常奇妙的，是不可测度的，十方佛国土所没有的，所没有。而呢，释迦世尊的一期的教化当中呢，《华严经》所讲的一生成佛的宗旨，最后面呢是倒归极乐，就是呢《阿弥陀经》里面所要表达的嘛。所以呢，维大师讲啊，说呢，凡夫能够立登不处，是其唱即谈啊，不可测度。华严所禀，切在此经。倒归安阳吗？就是讲这个极乐净土啊，极乐净土。说原来一生成佛，就是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，成就的。就这样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来学弥陀经啊。学习这弥陀经，我们也要呢能够呢联系到华严经的这个思想，你就能够了解这个净土法门的殊胜，念佛法门那实在是太殊胜了，太殊胜。这是第一个第一段的经文呢，叫做自功德生，往生的众生都是圆证三不退的，就内心的那个功德来讲。接着呢第二段呢是就外在了，外在，我为大师的课文叫做特劝净土殊胜，啊，特别呢来劝勉呢劝导这个净土极乐世界，这对我们修行成佛，它是最殊胜的，它的环境啊，啊，经文里面呢这么说：舍舍利弗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，所以者何？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佛呢要招呼一生舍利弗啊，说舍利弗，众生闻者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说呢，假使有众生呢听闻到前面呢说到极乐世界的依报的庄严，正报的殊胜啊，能够听到的话，有缘听到啊，你应当要发愿呢，愿生彼国，要发愿呢，求生极乐世界。所以者何？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一定要发愿到极乐世界？发愿到其他国土去不好吗？啊，这个地方呢，佛呢，本师释迦世尊呢，接着就说明了，什么原因得以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？说呢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啊，能够跟
如是的诸上善人，如是就是一生补处的菩萨，这一些诸上的善人同时在一起啊，聚会一处就是在一起，在一起。所以呢，我们呢知道啊，以我们地球来讲好了啊，我们知道呢哪一个地方哦，环境是非常好，好加拿大好了，啊，温哥华的地方啊，哦，那个这个都是花园啊，非常的庄严，啊，气候也很好，啊，这个环境很好啊，这是一个啊，这当然是好。另外一个呢，一个要紧的就是说，你跟哪一些人住在一起？要是说这个地方环境很好，但是住的人呢，跟我们不能契合啊，或者造恶业的人，你跟他住在一起有什么利益呢？你就是受用这个环境了，将来还是跟着流转的，搞不好啊，跟着造恶业了。所以呢，一个地方环境好固然是不错，但是呢，你跟哪一些人在一起，这个也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。说极乐世界呢，环境太殊胜了，再来你在一起的人都是呢一生不处的菩萨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这个因缘呢，就是我们成就佛道的因缘，一个增上缘，增上缘。所以祖师讲啊，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去啊，就能够跟呢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清净大眼中菩萨呢，那么把臂共行啊，在黄金为地的这一些呢街道当中呢啊，那么悠哉悠哉的游走啊，这个叫他贤圣片，他贤圣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那么和前面的经文跟这一段经文呢，这两段呢，就是一个成果最大的因缘了，最大的因缘。所以佛讲了这个话呢，讲了这段经文呢，将这个道理一讲出来呢，所以要劝勉我们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。说极乐世界那么好，不想去的人请举手。没有啊，那么想去的请举手。不要不好意思嘛，你就是想去你就举手啊，好，说这个环境太好了，你不去这个傻瓜了，你还要再轮回啊，好，真的这个环境啊，佛这么一开示呢，我们经过佛这么开示之后，我们深信不疑，极乐世界啊，那从那个三力来讲的话呢，不单单只是佛力啊，名号功德力，还有我们这一念心自信功德力啊，自信功德力，好，所以我们心今生当中，我们怎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？你要问你自己啊，都是你过去你自己栽培的啊，你的心啊栽培的，所以所有的业都是你心所创造的，无论是杂染业，无论是清净业，都是你的心所创造出来的，身体。跟口业，身口是工具，造业的工具，造业的主因是你的心啊，是你的心啊。说我的心呢，根本都不想来念佛的，说我能够来到这个地方，那就是梦游，是不是？不是吧？都是我们的心，我起了一念心，哎呀，这个打佛器难得的因，打佛器啊，难得的因缘、啊，我要去参加啊。这个文法师呢，带得好。智者法师弟兄打得好，我们一定要去参加，非参加不可，是我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一定是这样的嘛，因为我们起了那一念心呢，接着我们脚就开始走路了，按照计划了去了，这造业的主因是我们的心呢，身口是工具而已，工具，所以十法界就是你的心所变现的，极乐世界的庄严也是由你现前的念念念佛所产生的，所产生的。有的人呢、啊，他不相信极乐世界，不相信有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个人这种人很奇怪，怎么奇怪呢？说呢，中论当中所讲佛以二谛说法，所谓的真谛跟熟谛，他就是只知道真谛啊，不晓得熟谛。
熟地啊，叫做因缘法，叫因缘法。有什么样的因，就创造什么样的果。如是因，如是果嘛。你要信佛，你要不相信因果，那你信什么佛？是吧？因果法就是因缘法，就是缘起法。缘起法，所以佛很清楚的，在经典当中明明就跟你讲了，华藏比丘发了四十八大愿，成就一个佛国土。你怎么不相信？说现前大家都用功啊，说只有我用功，其他人都没有修行，那这是错误的。大家都发心修行啊，大家就是现在同时的栽培因。以后呢，看各位的谁的精进力比较快啊，用功比较迅速，那个果报现起的比较快的。同样的嘛，你以后成就了。他也成就了，最后其他人也成就了，成就了就是有佛国土啊。你怎么只相信说只有你知道你承认了那个佛国土，而不承认了华藏比丘花了四十八大愿所成就的极乐世界？那就奇怪了啊，那不是很怪吗？说我现在我花心修行，我好好的修啊，时间或者长一点，要是说今生努力一点呢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呢，那就是一生成佛了。以后也有我的佛国土啊，将来你往生之后，你成就也有你的佛国土啊，在缘起法都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嘛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要相信，切切实实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。我们要能够呢，好好的念佛，持持名号，将来呢。靠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力的摄持啊，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的，那没问题啊。所以我们不要跟着现代的人啊，现在的人在楞严经里面所讲的邪见炽盛啊，讲的话有问题的，有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北传的佛法，在我们台湾这个地方，我们念佛法门是非常的殊胜的盛行的，你在这个地方偏偏的唱反调，一定要弘扬你的什么法，说没有极乐世界不用念阿弥陀佛了，那不是断人家的善根吗？这样叫弘法，叫他断善根啊，错误的。好，说你要在呢比较边缘的地方弘扬你的法，因为那个地方根本没有听到念佛法门呢，你就好好弘扬你的法就好了。所以一呢，平等来讲的话，你在一个任何一个地方，你就好好弘扬你的法，因为你的知见、你的业所见就是那么一点，别人的业所见的是不同的。好，但都能够成就，都能够成就就对了，不要以这个法破坏另外一个法，那叫做谤法，那叫谤法。好，所以诸位啊，听到啊，要是有听到这一些的话，不要跟着人家的舌头转了，就千万啊要记住，藕益大师的解释里面啊有事有理，古来的祖师大德的解释啊也是有事有理啊，都是理是圆融的，理是圆融的，所以这不是迷信呢，不是迷信，这一点呢我们一定啊要认知，要认知。所以呢，阿弥陀佛所创造的这个极乐世界那么的殊胜呢，本师释迦世尊呢，在我们娑婆世界就是赞叹、称扬，劝我们应当发愿愿生彼国。藕益大师呢，针对呢这一段呢，有这样的开示。经文当中所讲说，诸上善人，前面所讲的阿罗汉菩萨呢，只可以说是善人，唯独呢一生补处的菩萨，等觉的菩萨。那么等觉的菩萨就是在因地当中的位置当中最高的，叫做上，叫做上，最上的了，因位当中最上的，再上去就是果位了，佛果了。所以等觉的菩萨叫做上善人，诸上善人。那么太多太多了，所以叫做诸，诸就是不是一啦，就是很多很多的意思啊，
很多的很多的这一些的等觉菩萨呢，我们都可以跟他在一起的，跟他在一起。那么聚会一处呢，也就是呢，好像说呢，我们凡夫可以跟圣人呢同时住在一个地方。你有问题啊，马上可以请问啊，啊，没有见到阿弥陀佛呢，你就呢菩萨马上请问呢，他知道比我们多啊，说道业就是这样的，一直增上啊，一直增上的，一直增上。维大师呢在解释呢这个地方呢，强调一点呢，就是说我们应当要了知，我们一个生死凡夫呢，啊，这个大事因缘呢，是了脱生死成佛的这个大事因缘，啊，同居一关最难脱脱，凡圣同居土这一关。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呢是没有过患的，啊，没有过患啊，那是一种呢远离啊生死的事情的。其他的佛国土呢，我们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，它是分段生死的，啊，它有三界流转。我们凡夫跟圣人的在一起啊，是暂时间的，不是长时间的，啊。那么有时候呢，圣人呢在我们身边，我们也不晓得啊。也不晓得，我们跟释迦世尊呢，也是80年，啊，80年的时间而已啊。它是一个暂时的在一起，不是长时间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娑婆世界呢，我们这个娑世界也可以叫做凡圣同居土，啊，但是呢，它是有分段生死的，三界的流转啊，这一关呢，啊，最难透脱，最难超越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死亡的障碍。死亡的障碍，哦，我们之前讲的，你修行要没有成就呢，那么死神来的时候呢就断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死亡是一个退道的根本呢，退道的根本，哦，你修行修行呢，那么你再来来生再来的时候，你没有成就，来生再来退了，退转了，是这一关最难脱脱，最难超越的。唯有呢，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，众生生者皆是阿鼻八智，都是不退转，都是不退转的，啊，它是超出呢十方的凡圣同居土之外，是最为特别的，最为特别，啊，维达是一个重要的话呢，说呢，你要了解这样的道理，你才深信了阿弥陀的大愿力，不可思议。你要能够相信佛力不可思议，才能够深信呢佛所成就的这个名号的功德啊，也是不可思议，啊，你要相信这个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才能够深信呢我们这一念心，你念念念佛那个心力啊，也是不可思议的，也是不可思议。将所有的道理还是回归到三力不可思议，其实重重的开示啊，都有一个纲要，一个纲要，啊，这个纲要抓到了之后呢，就是我们一个念佛法门一个力量啊，一个力量。说为什么我要念佛？三力不可思议啊，太殊胜了，啊，叫不修行用功也是不可能的，啊。那么记住这样的深信。信就是信三力不可思议啊，你才能够发起啊恳切的愿，进一步你才能发起恳切的愿，哦，既然是那么殊胜吗，所以我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所以在经文当中呢，佛告诉我们说应当发愿愿生彼国，这个应当，啊，应当应当呢，就是说有你的深信，有深信之后就应该要这样做，要发愿了，要发愿，这应当就是有深信的意思，三力不可思议，那进一步就要发愿。那么深信发愿就是无上菩提心，维大师将深信跟发愿呢把它合上来，它就是无上菩提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愿的内涵里面，啊，在
弥陀要解当中呢讲到呢，愿的内涵就是两个，心求极乐，一个是愿离娑婆。愿离娑婆就是出离心，你修行啊，要没有出离心呢，你就不可能成就道业的。你还贪着呢娑婆世界，你怎么可能离开娑婆世界？那不可能吗？你贪一个就一条绳子把你绑住了，那就不可能的。所以第一个要愿离娑婆，对于娑婆世界你要用智慧去观察，它是一个不净苦无常无我的，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，由你的过去的愿所幻现出来的，幻现出来本来它就是不真实的。愿离娑婆，出离心。接着呢，心求极乐就是菩提心，你要欢喜好药求生极乐世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呢到极乐世界去就是要成佛吗？成佛就是为了度众生吗？你要不度众生你成佛干什么呢？那个佛有什么用呢？成佛就是要度众生啊。就是我们呢最初来讲的话，在我们娑婆世界啊，我们修行，我们也想利益我们自己的眷属啊，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父母。那毕竟呢广而推开来讲的话，不单我们今生的眷属父母是我们的亲人呢，所有的众生在无量劫当中的轮回里面都互相做过六亲眷属父母的。所以佛在菩萨界当中要我们很正面的去观察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为什么？我生生无从自受生，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。说我生生每一生每一生的转世投胎呢，从自受生都是由父母的因缘而投胎转世的，所以六道众生都是我父母。为什么？你到现在还没出离轮回吗？所以往前推，你的生死是无量的，无量的生死，无量的生死当中，每一世都要有一对的父母，假借父母的因缘才能够投胎转世的。无量的生死轮回当中，就是有无量无边的父母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你要观察，要想念如亲，要想念六道的众生，就是我们过去的父母。所以我们度众生其实就是度我们过去的父母，我们要度我们现前的父母，今生的父母，也要度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。所以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就是为了成佛，成佛就是为了度我们生生无量无边的父母啊！这个就是菩提心，菩提心。所以藕益大师呢和深信发愿就是无上菩提心，何止深信切愿，这个就是我们修学念佛法门的指南，一个指南针，修行的一个方向啊。你能不能够往生，就是因为你有信有愿了，才能够往生的。这样的念佛不能往生极乐世界，但是能够得到福报。你念佛吗？会得到福报的，但是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哦。所以一定要先记住有深信，有恳发起恳切的愿，在念佛这当下就是正行往生极乐世界的。所以藕益大师讲啊，假使信念坚固，临终十念一念决定往生，决定往生的。因为有信有愿就记住往生的条件啊，临终的十念一念是品位的高下而已，那决定是往生的。假使呢反过来讲，没有信心，没有发起恳切的愿，纵然你将这个名号呢持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死啊，就是说佛号念起来呢，那是净念相继，绵绵密密的，妄想不生的，如同银墙铁壁一样那么的坚固，但是也没有往生的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想往生，你的心当中根本没有那个愿，怎么可能会往生呢？不可能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嘛。所以呢，修净业者不可不知也。藕益大师在提示啊，说我们修行净业，就是念佛法门的人啊，不可以不了知这样的道理。就是一定啊，要好好的栽培啊，这个信
信心跟愿。信前面所讲的啊，信三一不可思议，你相信了，那个地方那么殊胜了，所以发起恳切的愿啊，因为极乐世界是我们成佛的一个最大的因缘啊，自功德生，往生之后呢，缘成三不退，而且还有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这个是一个成佛最大的因缘，所以我们要发愿要往生到那个地方去。这是讲到这个啊，第二正中论的第二段落，第二段落就是呢啊，特劝众生呢应求往生以发愿。这个道理啊，非常的殊胜哦，非常的殊胜哦。诸位听了之后呢，我们呢应该好好的去思维思维。还没有发愿呢，我们要发起恳切的愿。你有发的愿，愿不是很恳切，力量不够的。你道理在清楚的时候呢，你在念这个愿文呢、啊、就不一样了啊，真的。诸位啊，你把这个道理弄通了，你自己在发愿，在念那个每天晚上念这个愿文的时候啊，那个滋味啊不一样了，真的是以后你念心啊，想要到极乐世界去啊，成佛度众生，真的是这样。好，好，我们那个时间呢，到了，先讲到这个地方，啊，讲到这个地方，明天呢是最后一次啊，讲这个行这一方面。那么大家呢，好好的摄心，这个佛号呢，念佛就是以佛的功德来庄严我们自己啊，念念念佛，念念成佛，将来就往生极乐世界。好，那么佛号提起来，啊，一直念下去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